韩冰，你父亲想牺牲，组织上派我来把你接回家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我看懦弱的人是你，正视自己的内心吧，别再逃避了，跟我走。我们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战士。韩冰不仅体现了良好的格斗技能，而且临危不乱，处变不惊。我代表青灵妖向你致敬。忘记这父亲，我的事情早已深入骨髓，你为自己已经忘记，可是事情还是记忆的深。你是死的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我们是麒麟妖的一名战士，我们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亲情之上。要想成为一名英雄并不难，但要想做一辈子的英雄，那么就难了。他要隐忍、坚持、